好，剩下两天就是309的反核大游行了。那为了要催出最高的人气，很多的反核团体都在今天来大力宣传，像是有孕妇妈妈挺着个大肚子哦，来走上街头为爱站出来的标语哦，那呼吁大家一起来上街反核。那么另外有原住民的朋友穿着传统服饰来上演行动剧，希望唤起大家的反核意识。那目前估计3月9号上街游行的人数大约会突破10万人。挺台湾，挺台湾，拒收核废，拒收核废。大声疾呼坚决反核，原住民穿上传统服饰上演行动剧，309反核大游行当然不能缺席。被揍回到顶行，还有这些伟大的妈妈们。3月9号，为爱站出来。孕妇妈妈抱着 baby， 挺着大肚子，上头写着“为爱站出来”，一点也不在乎大腹便便有多不方便，要用身体力行支持反核。客家族群也不遑多让，哼着反核一条心的客语歌，要为非核家园好好发声。全台遍地开花的反核气氛，少不了这位生命斗士。是啊是啊 ，OK， 好，来过来过来，慢慢，好，过来，再来，好，上下车有多艰难，每一个动作都十分吃力。生命斗士张守德一笔一笔吃力写下反核标语，即便行动不方便，当天也要参加游行，就是不要让台湾变成下一个福岛。每个人或许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，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家人的安全。更多人勇敢站出来反，投下反对核四的信件。反核声浪蔓延全台，史上最大场反核运动就要在3月9号隆重登场。三立新闻刘秉嘉、洪婉珍 SNG 小组台北综合报道。好，星期六反核大游行就要。